分配的两码事。我今天不办理大叔是啥啊？市长也交代，上级有承诺。这个是安省的省，还有一个特朗普。浙江省海外人在这里搞得很不错啊。现场的嘉宾、媒体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原来是你》大型单身联谊活动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呢，在我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演播厅啊，非常的隆重来举办我们这次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在正式的发布活动举行之前，请允许我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上的几位莅临的嘉宾以及主办方和协办方的代表。他们是多伦多市市议员李正光先生，欢迎您。我们另外三位主办方的代表分别是陈黎女士、田布尔先生、张国光先生、张国华先生以及我们的协办方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节目总监朱峰杰女士。